又是这个熟悉的场景，没错，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。谭健次，不认识，走。不是一家人，不是一家人。回忆是真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大家要面对新的考验，看出大家有默契没有。第一轮呢，我们是轮答题，每组搭档的轮流看题，六秒内说出各自的正确答案，答错了我们的椅子就会倒，然后要接受泼水惩罚。答题成功可以选择一个按键惩罚除你之外的任意一组。我可不可以说迪哥就是我按这个二号，但是我要求王鹤棣一定要把那个泼到迪哥的脸上。哎，不用特别要求，他会这么做的。这还用要求吗？是我多嘴了，是我多嘴了。好好打啊，好好打，我真的想好好打。刚开始没必要，加油。来，首先请我们黄队。啊！不要紧张，这么快吗？啊！题型是，请根据男女主角的背影，一个人说男主角演员的名字，另一个人说女主角演员的名字。我们两个人也答一下，看我们答不答得出来。好，来，第一题，请看大屏幕。啥呀？哪个？这啥呀？没看过。诚毅。诚毅。另一个是杨紫。回答。华丽。正确。好厉害！平时还是看剧挺多的，小弟弟。因为诚毅的侧脸。哦。我答不出来，我也答不出来，我也答不出来，完了！现在你们黄队可以选择一个按钮，二三四，任意一个。啊，小丁，你要惩罚我吗？我不按。小丁，哎，我们可是谈谈心啊！你惩罚我，我泼你。姐，你来了。他惩罚我，他害怕。那个，周爷，周爷，老队友啊，老队友。对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他惩罚我，绝对泼他。那肯定噻。直接摁，直接摁就行了。对对对，直接摁。可以这样的吗？红薯一家学坏了，好坏啊！主打一个团结，说了这么近，你还选我们？我以为你摁的三，你摁的二，你不是让我摁二吗？我刚刚说不能摁你，你哥肯定得泼我。不能摁我们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妆发保住了。我听成二了。好，第二题和上一题一样，该我们了啊！哎呦，他俩我也害怕。第二题，请看大屏幕。三二一，请回答。刘亦菲，刘亦菲，李现，不是不是，刘亦菲，李现，回答正确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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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想的是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他们反应不过来。打了谁措手不及啊？不是，他说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你觉得谁更措手不及？我都想把他复位，想按回来。我告诉你，打了个谁措手不及？打了个丁程鑫措手不及。嗯。这原来是互相伤害呀、啊！做梦都没想，我也没想到啊！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我们是题型更换了，
要根据剧中小时候的形象，一个人说角色名，另一个人说出剧名。啊？怎么到我们这就成这样？那谁知道呀？来，第三组，请看大屏幕。啊？知否吧？这是知否吗？什么哪吒？这首歌的 OST 好像是郁可唯老师唱的。时间到了。时间到。这个等会儿再怎么弄，这个怎么弄？大哥，这个大哥，这出来混千万别结仇啊！啊，这个怎么弄啊？大哥，大哥还是那组，还是哪组？他们呢？别，一号又是我。大哥还是那组，这出来混千万别结仇啊！没有，反应慢了 ，sorry sorry sorry。结仇了，结怨了，结仇了哈，结仇结怨了，结仇了。来吧，已经这样了，来吧。没事，大哥，你晚上回去请我采个耳。采老秦呢？这老秦那有采耳？这全是水，反正现在。来，下一题是一个人说出该角色弟弟的名字，另一个人说出该弟弟的扮演者。我准备好了，何老师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来，请看大屏幕。这是谁啊？哦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雷，这人世间，雷佳音，雷佳音。他弟弟，弟弟扮演者是雷佳音，名字角色叫做弟弟。不是，回答错误。哎，拖自己吧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哦，受伤啊！事实证明，一个好的主持人平时要多看剧啊，朋友们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看正确答案。周炳坤啊！炳坤，哎呀，我在金鹰节上面还一直说炳坤他爸呀，炳坤啊啥，说你们炳坤一家。别说了，哎呀，别说了，何老师，别说了，哎呀，毛巾馊了，哎呀。好，下面的题型是抢答题，抢答了，抢答题了，抢答，答无所谓，答对不对咱就抢，对。然后如果答对题目的话，就可以按别人的，答错了不受惩罚，答错了不受惩罚呀，对，管他的举就行了，对。第一类题型是，请根据卡通人物，一个人说剧名，另一个人说出演员名。好，来，看呢，管他对不对。来，第一题，请看大屏幕。三二一，秦腔的。第二组，狂飙，张译，李彤，回答正确。他们两个在那个栏杆旁边那个名场面。哇，都行，这都可以。为什么我们没看出来？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惩罚自己，然后泼起来，然后往旁边泼。好，好，现在你们可以选择一个按键。我们申请导自己。好，可以。来，导演组，请惩罚第二组。喂，谁让的？结仇了，结怨了。结仇了，结仇了。已经疯了，已经疯了。好难。好，手手拉手，拉手，准备抢答。哦，又来了。好，来，来枪打了，枪打了。请看下一题。三二一，请抢答。何老师，流浪地球。是这个毒姐。哎，来，毒姐月球。沈腾马丽，
回答正确。对的，对的。来，请选择。行，对吧？哎呀！我以为你们会直接往迪哥身上。是是是。对啊。因为上把没往左边泼，他们就不好意思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行，那我激发一下你，等一下，好吧？下面这道题，如果抢到了没有答出来，可以直接下班，真的。好。好嘞，请看下一题。啥呀？这是杨迪，杨迪。三二一，请抢答。第二组，他自己能不知道吗？猴鼠一家，杨迪、王鹤棣，猴鼠一家。回答错误，请继续抢答。猴鼠一家算作品了，现在已经。作品名，谭健次吗？左边那个是秦霄贤。请继续抢答，来来来。第二组来，你好星期六，秦霄贤、杨迪，回答，不可能，错误，啊，请继续抢答，刚才他们的方向是对的，你好星期六对了，杨迪对了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来，三二一，请继续抢答，何老师来，啊，何炅、杨迪，你好星期六，哎呀，回答正确。他是何老师，大眼睛大耳朵，他画的是我十八岁的时候，那时候胶原蛋白比较多。我们连猴鼠一家都答出来了。好，可以选择一组。好温柔啊，好温柔啊。第三组好像还没有特别反应过来，真的。稍等一下，刚刚我们发现大哥的那个水盆，他的那个倒下去的姿势不规范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给他加一个规范的道具。好，我们加了防作弊的。哎呀，大哥呀，我都是为了你们，害人终害己啊！他就是为了不泼你。我去吧，我们已经没有攻击别人的权利了。哎呀，好可怕！哈哈。道具组，道具组，谭健次的水再多加一点。谭健次这边确实量不够哈，这个量还不够、哦，见底了。你看看你队友的呀，你看一下刘宇宁那边，他个儿高啊，饭量大我。给他续上，续上，台电次这边来一点。大哥大哥欢迎你，感谢你来我这里。大哥大哥欢迎你。哎，他们刀刃守望他那是假。来了他来这礼物走来了，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。看来大家都知道要摁几了，对不对？知道了。为什么？来，请看下一题。三二一，请抢答。是啥？请抢答。是啥？小丁，隐秘的角落。秦昊，荣梓杉。回答正确。漂亮。按他们，按他们。哎，知道按几号吧？来吧。哎，不可。他们刀刃手望他是假的。爽不爽？来，行了，可以了。不是你行不了，你拿不下来吗？你是，哎，你拿都拿不下来。惩罚完了，可以。大哥，你拿不下来了。
拿得下来。你咋拿下来？错，错哪儿了？哪儿都错了。大哥错了。大哥我也认错。大哥认错，好。大哥认错的话，其他人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。不同意。我们不同意啊。不同意。我能同意吗？我敢同意吗？我不敢同意。你们不仅不同意，甚至觉得水量还有点少。我很诚恳，认错。好，那现在道具老师帮他们取掉。好珍贵吧，突然拿到这个好珍贵的感觉。这个真的是，主要他给我加码了，你知道吗？结结实实一盆啊，大哥。太满了。我们俩今天好干啊，我俩。噔噔噔，来。噔噔，好，来，请看下一题。3、2、1，请抢答。请抢答。我们啊。唐人街探案，王宝强、刘昊然，回答正确。我们可是谈谈心啊，好干啊，我俩。我都没反应过来，我咋办呢？接下来应该咋办？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两题，请看大屏幕。3、2、1，请抢答。3、2、1，请抢答。大哥，枕上书。三生三世枕上书。对，然后角色名是高伟光和那个李热巴。回答正确。哎，等会儿他刚刚犯是不是犯规了呀？我犯什么规？不是，他刚刚是不是泼我了来着？啊？你聊的是哪一天的事儿啊？刚刚啊？刚刚啊？刚刚啊？你记不记得你说你要遵守规则？结果你没有遵守呀。你聊的是哪一天的事儿啊？我这边好像一个水巴掌一样，抽了一巴掌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还在非常专注的和大哥聊天。来，我们的最后一题，一个人说作品名，另一个人说出歌手名。歌手是两位歌手，作品名和歌手，请看大屏幕。3、2、1，请抢答，请抢答。何老师，周杰伦和何老师，周杰伦朗朗。何老师，你这留给我了，没抄着了。哎呀，那个叫啥来着？回答错误，请继续抢答。第三组，周杰伦和阿信。哎，两个人一起说。周杰伦阿信。作品什么歌啊？什么歌？那个歌吗？那个。那个。回答错误，请继续抢答。啊，那个歌叫什么来着？怎么唱？来一个啥嘛？就在嘴边的一首歌。来第二组，周杰伦、阿信，来一个啥嘛？你说来一个啥歌啊？不能说的秘密。回答错误。你不是曲库吗？近两年的一首歌，哼两句，两个歌词。哇，现在脑子到嘴边就说不出来。周杰伦、阿信，近两年的一首歌。说好的不哭泣了。哥，来，第一组。周杰伦、阿信。嗯。说好不哭。说好不哭，回答。回答，正确。说好不哭，哎。我们最后一个按键，棒棒棒。
棒棒棒。你们，你们，哎，是我们，是我们，救我，救我！真的是无语，报仇了，报仇了，报仇，报仇了！哎呀！爽爽爽！爽爽爽爽！咱好想破他们，破！破！一、二、三！哎，上道具，上道具。哎，这一趴完了吧？是吧？那结束了。哎，结束了，这一趴完了。上道具。好好好，收摊了，收摊了。好，获得我们这一轮胜利的是我们的小野和小丁。现在，请绿队答题，做好准备，请听题，请问999405196这些数字，它们有一个统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？来，请写。我觉得是三位数，有没有可能？只要你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就 OK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一时之间想不出来，你就写一个有可能大家会一致的答案。对，姐，你是懂我们的，只要我们答的是一样的，我们就赢了。来，请曾丽姐写出你的答案。房间号。哎，对对对，酒店那个客房号。哦，好，漂亮，漂亮。来，给出你们的答案。他们代表一个统一的含义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可以。我觉得简单一点。我觉得这个能行。就简单一点那个。来，你们答案是？没说。弟弟说。你们的答案是？房间号。房间号。靠谱。196怎么可能是房间号？999肯定是总统套房。我们想改一个可以吗？我先听听看。你说。口红色号，口红色号，色号，同意吗？同意吗？我只能同意了。你只能同意，对不对？对。男生写的是口红色号。你们低估了你们的曾黎老师，他写出的答案是。大爱这个答案都是三位数，漂亮。哇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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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具等一下。哎，我说对了。是吗？我跟他们说的，你写的可能是三位数。漂亮。这么简单，为什么答那么复杂？那你说不知道不挺简单的吗？ You what? 我不知道这个色是什么口红色号的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张延绮、王鹤棣互泼，以及秦霄贤砸鸟。来，准备三二一，走！给你，给你泼他，泼上上上，上上上上。哥们儿还是来少了，你好星期六，真的。张延绮，你为什么会相信他们？怎么会相信这两个人啊？因为开局前我排兵布阵了一下。这样吧，你给老秦说，把水倒给你，你泼我。他倒给你之后，我立刻把我的倒给你，你泼他。完美。哎，哎，哎，一会儿把你的水给我，我泼张延绮。我说，这样你先骗老秦说把水给你，然后你泼我。其实老秦把水倒给你之后，我把我的也给你。哎，你泼老秦。哎哎。而且你可能都没注意，这俩人的动作有多和谐。刚才泼你一共有四只手，你猜猜是哪四只手？好，下面到粉队的题目，来，各位请看题。请说出《灌篮高手》里11号球服是哪一位球员？请写。就那两个人啊，就看他写不写的对了。对，哦，但他不一定知道。这是一个男生向的，更多男生喜欢《灌篮高手》。啊！啊！加油，露丝，你可以的。哇！
别害我们，别害我们，来说出来，一个男孩，他有名，他写了名字，是一个男孩，不是晴子，好吧？写了名字，写了名字，这个对男生来说很明显呀、啊。他写了名字，他写了名字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写错的那个名字，他应该知道，他应该知道，应该知道吧？咱们一起试试看啊！不，我们打樱木花道，我觉得 no， 他会打错，保险不会，樱木花道，相信他。流川枫，樱木花道。等一下，再给你们一个答案。他写的不是三个字的名字，樱木花道。来，三二一，樱木花道。好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。王鹤棣他写的，王鹤棣。他写的是来自我们中国已经退役的姚明。没毛病。没毛病，姚主席确实也是十一号。我只知道这个。Oh no！ 哎。就那两个，一个樱木花道，一个流川枫，听过这俩人没？流川枫、樱木花道，没有，他不知道是卡通，他以为就是一个球员，注意力都在球员身上。做好准备，哎，粉队会怎么弄呢？准备，哎，我们别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要和谐，自我伤害。一走。你们怎么让杨迪全身而退了的呀？确实啊，不应该。我看到有水泼过来，是谁干的？全是杨迪干的。我怕大家太客气。这一轮是这样的啊，下面我们换题型了。来，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下面的题型。好的，我们的答题规则升级，这一轮中前面的一位将决定你们队会得到多少分，以及会被惩罚多少次。答题前你们要选择几分，就是几颗牙。如果你们选择三颗牙，它成功的话呢，三颗牙没有被咬到的话，就是三分。如果被小鳄鱼咬到的话呢，我们总共有三次机会，你可以降低你的这个牙齿的数量。但是只要你被咬一次，后面人就被惩罚一次。是。好，请各位注意，现在坐在这个位置的应该是最有勇气和最有预判能力的人，所以你们可以商量谁坐在这个位置。你要换吗？你。我要离开这里，我不知道那里需不需要勇气，我只知道这里需要勇气。所以你还是要留在那儿，接着勇气。坐在弟弟的右手边需要非常大的勇气。不是，你小心后边来水。是怎么前面泼够了，他还是会泼你？不，弟弟应该没那么坏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真的。好。确定。我终于离开这里了，快放我走。可以。快放我走。尚元奇，你只有后脑勺是干净的，现在也不一定了。何老师，我们要换。爸爸，没事，林哥去，没事，来林哥去，我就在，不换，我不想换。你是不是泼你几次水，然后你就可以拿走多少粽子？还在推理？哦，这单纯已经是个人恩怨了，大侦探。你快去吧，现在很怀疑你。我如果没有让你们泼，就别乱泼、啊。一定要摁对哦。啊，对，一定要摁对哦。好，首先是共享大脑的题目，四个人每个人说一个字。我觉得刚开始可以试试水，我们先玩三分好不好？好，先玩三分。行，三分，先玩三分。好，来三分，来，直接开始啊。嗯呀、啊，我先走远一点。似乎预感到了什么。三分，来。好，一个，漂亮。先把边上的摁了。没了，两颗、哦，漂亮，安全、哦。现在红线还是蓝线？红线，要中了，没了，好了，恭喜，哦、好 ，yes， 好，下面开始答题， yes、获得了我们共享答题的权利。我感觉我的队友一点都不开心，我一回头，他们三个，不能错啊！好好打，好好打，三分，好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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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会接受最终惩罚的。当然。来，请说出三个字的张延奇会买花的理由。喜欢花儿，还要答送啊？送？我说吗？对，爸，送。妈，回答正确，加三分。好，迪哥几分？来个五分。这也非常想泼我了，三分。咱们好歹比他们多一分，怎么样？还是三个，还是三个来，三颗。怂。嘿，一颗。两边的智齿，嘿，漂亮，稳住牙，嘿。啊。嘿。走。来，准备。
过。格局。除了你和张延琪，有谁泼在自己脸上啊？不是，因为我怀疑迪哥就是别人泼他水，然后他会拿粽子。有这么傻的卧底吗？大侦探，不要再破案了。这个时候你还在考虑粽子？因为他自告奋勇，他要坐在这里。我是自告奋勇吗？我刚才自告了一下，被他们拱下来的。继续挑战。哦，继续挑，还是我啊？对，还有两次机会。几颗？还是三颗吧。还是三颗。好。哇，他一颗。对称，两颗，支持 ，OK，、哦、安全，好，请听题，请说出三个字的赵露思的理想型。哎呀，个是吧？字高，幼稚鬼，幼稚鬼。你的理想型很奇怪啊，个子高的又个子高的，哎，个子很高，但是哎，是幼稚鬼，不是弱智鬼。快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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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人，哎，嗯，好男人，嗯，人家很有可能想说个子高又善良又孝顺，我说的是又，对不对？Yeah, 又善良又，我说是又、个子高的幼稚鬼、幼稚鬼，没事，答对了。个子高的幼稚鬼，那不就是没事儿？自觉把腿盘起来了吗？几分？你说哪里一个你有把握的？四个。他说四个。好，我觉得可以一试。四个可以一试。七个。嗯、两边的门牙先按下。还有歌谣呢。两边那叫智齿，那边是门牙吗？两边的门牙。傻子吗？我脑袋进水了。两边的门牙，你的门牙长这儿，你这儿是大牙，你什么人？还有两个，中间的两颗大智齿。安全，安全。哦。啊，他过了，他过了。干嘛呢？我是加油啊。请说出三个字的卧底有可能要完成的任务。哇，你就把你的任务说出来就好了，把你任务说出来就好了。不敢说，别往心里去，没事。玩儿，游戏，好一个。曾丽姐随便说。练拳击。Oh my god！ 这合理吗？合理，合理，合理，有可能。在张延琪身上真的合理。对对对，好，最后一个。喝。冷水。还要看一眼才知道端的是什么哈。回答正确。回答正确。好，来到你们了。四分。你怎么打老杨了？让他玩八个呀。这是最后一题了啊，最后一题了，加油啊。好，我们也四分。赵露思。我的水在这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他刚刚不小心洒出去了，我给他了。你要不要加点？加要加要，你得加，你不能直接给。你给他就都给我了。你可以在空中给，但你不能直接给。不是因为你听我分析，因为我泼你是不是就再多一个粽子？他一个人泼你，这样的话也就看这个样子像一个聪明人吗？你看你带的那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这个可以怎么了？我们录制现在录到一半，想烫个头不行啊？那你烫，还有四个小时就好了。梨子烫，来，把水加上。来，倒点油。几次？几个？五个吧。五个，四个就打平了。五个，对，五个，来，五个，来，对，顺一边走，漂亮。首先第一颗，好，安全。两边的智齿先按下，两个。好，还差三个。智齿旁边挨着那个大牙，三个，四个。哎，还没开始，哎，还没开始。气死我了都！凳子还没倒破，水就先来了。我已经不忍心泼你了，我给他们加。你给他们加。没事儿，剩下的都是我的。五个，你自己喝是吗？给他们来个洗礼，来呀、啊，五个，这颗一个了啊，这颗两个，智齿三颗，四个，哇，最后一个，四个，哇，最后一个，
过，稳住稳住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六分之一的概率，就他，耶，耶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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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帅了，好好打好好打，请说出三个不在场的川渝艺人的名字。川渝艺人，这还说不错，不能说错，他也是三个字的，不在场的川渝艺人，张亮莹，李宇春，李宇春，李宇春，何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何，而且何洁是贵州的那个。云贵川是一家嘛？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十个大。好，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